黄美琪同钟建威拍拖多年，系圈中嘅模范情侣。佢哋亦都不时喺社交平台放闪。不过最闪就梗系喺8月21日晚出嘅宣布结婚 post 啦。嚟紧25日系美琪 BB 34岁生日，男友阿 Ray 为佢安排盛大生日会。喺女友吹完蜡烛之后，阿 Ray 就遥控装有求婚戒指嘅气球飞机出场，仲喺一众亲友面前宣布人生大事。已经系订咗婚噶啦。美琪 BB 都被眼前感动画面触动到忍不住喊，而一众亲人以及圈中好友，包括林奕康夫妇、林秀儿、朱自然同埋杨朝海，亦都好开心见证住呢个温馨浪漫嘅场面。准新娘事后接受我哋访问，分享幸福心情啊！其实咧，阿 Ray 喺2年前咧已经求咗婚噶啦。咁呢段时间咧，我哋都继续互相磨合啦，亦都有互相学习啦。同埋佢最近都好忙，咁但系我系真系冇谂过佢会帮我搞呢个生日 party。就再有一个惊喜咧，就系 Alance， 我哋其实已经求咗婚，嚟紧会结婚嘅。美琪同阿 Ray 结束11年爱情长跑，佢哋都分别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准备踏入人生另一阶段嘅心情。美琪 BB 仲讲到手上嘅求婚钻戒添。呢个戒指咧，其实就大概1K啦，因为佢都有讲，佢话我只手其实咧就好细只，如果太大只咧就好似好夸张、好做作，咁所以其实呢一只咧。一卡就啱啱好啦。嚟紧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想知道一对新人几时大日子啦，唔知道佢哋嘅婚礼进度筹备成点咧？其实我哋嘅婚礼嘅进度咧就系啱啱开始，因为之前疫情啦，咁有好多嘢都未真系可以 confirm 到啦。咁但系好开心，亦都好感谢大家，就系我一日之内咧，其实收到好多好朋友啊，收到好多 PR 嘅朋友啊，佢哋都有好多嘅referral 啊，有好多介绍。所以多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其實我現在還很激動的一個這件事，但是真的很驚喜，也很多謝大家很疼我們。